莎莎莎莎，影片要开始了耶！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来包马玉山 granola 清烤谷脆吧。烘烤燕麦谷脆，搭配各种坚果、莓果，吃起来美味、健康、无负担。八种口味任你挑选，有糖、无糖都有，满足挑剔的你。包包冲淡保鲜，吃起来酥酥脆脆，颠覆想象的零食马玉山 granola 就要脆给你看。影片开始。你在切五花肉的，我跟你讲，反正你这次一定要走下去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学这样切，你一定要学这样，用这个这边定住，对，定住，然后一定，然后慢慢退，因为接下来会切很多，我们要切还要切大半年，你一定要学，要不然会很容易切到手，而且你也不好操作。好 ，OK， 定定，再攻一点，对对。这是大拇指收起来，这是大拇指收，对对，用这一个东西去顶住它，顶顶，再攻一点，对。其实一开始真的压力蛮大，蛮紧张的，因为我的刀工其实还真的需要锻炼啦，可能回家要找时间多训练一下。你没事的话跟我说。好，我现在没事了。我也需要你。好，一碗薄荷，薄荷给我。哎，马鞭草采了吗？需要马鞭草是不是？但是你马鞭草是用在哪里啊？也就另外一个杯、啊。另外一个。你说巴西里是吧？对，我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你采到跟我说一下，我记一下位置。对啊，我昨天没有采过那个。有找到吗？是不是欧阳琴啊？啊？是不是欧阳琴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叫巴西里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不一样吗？又名欧阳欧琴。浩哥。朱叔，朱叔是欧阳琴啊。这个那是不是？他不是巴西里啊，他别名欧阳琴。不是，是吗？巴西里不是这个，巴西里是长得像小星星一样，一朵一个小颗小颗的。巴西里在你现在左转出去之后，有没有看到左边的那个香草区左手边？一走出去左手边地上就有了。这个，这是百里香呢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百里香不需要什么，我看你们需要什么。哦。巴西里到底是什么？巴西里，巴西里啊！哇，蓝黑，你上次煮牛排的时候也有，但是你上次是用干的，有没有？嗯，我那是百里叶嘛。对啊，百里香哦。哦，百里香呢？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它叫做百里香。对啊，百里香啊，巴西里啊。巴西里。巴西里啊。安西里说的就是对的。